回来啦。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考了98分。那两分让你吃的？这次题目有点难，考了数学都没考好。就知道跟差学生比，隔壁小红怎么考了100分？老是拿我和别人家孩子比。妈，给我买个新书包吧，这书包太旧了。这书包不挺好吗？还可以继续用啊。小红买了个新书包，可漂亮了，我也想要一个。你这孩子可不能总和别人比。那你又为什么拿我和别人比？你们大人只会讲自己的道理。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可可回来了。妈，这次我考了3名。可可真棒啊。妈，你答应过我，我考的前3名就给我买新手机。可可，下次你考第1名，妈妈一定买给你，好吗？哼，妈，你看我这次真的考了第1名。可可真棒。妈，你答应过我，考第1名就给我买新手机。考考，玩手机会耽误学习的。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妈妈一定给你买，好吗？哼，说话不算数。考考不是说好看半小时的吗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那你又有哪次说话算过数？我自己都做不到，就不要要求别人。哼。